太子之子主，火王的力量，这一定是仲天哥哥亲手用火之灵力打造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千妹，师傅，你说什么？是你？你把太子怎么样了？太子从一开始就不曾打算下榻此处，出关以后早已秘密前往安全地点。我系太史局众人在此。 不过是诱饵罢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司徒姑娘居然连本将军都信不过。原来太子从一开始就不在客栈内。这一切都是圣上的旨意，在下不过是小小少监，一切都是听命行事。还望将军见谅。哼。算了，我们走吧。 此处还有同党，统统拿下！居然又是你！哎，还有你也有我，北漠狼王，他们都是刺客同党，无论死活。 将军，为何不留活口？刺杀太子之事牵扯重大，现在四名刺客皆已身亡，回去你我二人要如何向朝廷交代呢？哼，不劳司徒少监烦心了。此人便是活口。喂，狗官。切，你这个小人，明明是我师父。 救了这位姑娘和现场的所有人，你竟然敢诬陷她，是不是因为我师父之前教训过你，你就恩将仇报，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？你，姑娘，你可有受伤？我没事，感谢公子救命之恩。李将军，这二人虽然看起来行踪鬼祟，但是刚才出手救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。 否则，我们早就被那黑火药炸伤了。眼下并无证据证明他们二人就是刺客同伙，还请李将军明察。来人呐，把这两人带走。啊，师傅，怎么办？放下兵器，跟他们走。为什么？你我二人联手，这帮废物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对手。我不想让司徒姑娘为难。 无耻之徒，竟敢趁机轻薄我们家小姐！哼，司徒少监果然了得，不愧是太子身边的红人呐。带走。是。
我竟然在这个世界遇见一个与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我与眼前之人曾经相识吗？ 司徒少姐，太子的下落，我还是希望你告诉我实情。保护好太子的安危是我的职责，我担心光平太史局难堪重任。哼，李将军，这一路若非我家小姐出谋划策，这次可哪有那么容易被擒？将军请放心，太子眼下已经落脚在一个极为安全的地方，后天便是八方宝刹祭进法会的大日子，届时庙会的一切安全。 皆由你来全权负责。圣旨的已经写得非常清楚，至于太子的行踪，恕本官不能透露。还请将军不要再为难我。哼，本官职责内的事，自然会做好，不劳司徒少监费心了。将军，奉见恳请你明察秋毫，不要为难那二位。那要看他们是否合作了。 口渴了，我要喝水。听没听见啊？师傅，为什么做人这么不公平？我为什么戴着手铐脚镣，你什么都没有啊？还能走来走去的？还不是因为你不老实，进来的时候又吵又闹，还打上了差役。师傅，何事？ 你靠我近点，过来。你说就是，我听得见。师傅，你说你武功盖世，又有神通，带我出去不就完了吗？你说在这牢里待着，虽然管饭，但你毕竟还有大事要做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来到这里，对此处的风土民情还有点陌生，也许坐牢也是一种体验，故而。 我想借机体验一番。师傅，玩笑不是这么开的。我没开玩笑。师傅，哪有人在大牢里面体验生活的？你不会真的只是想来看一看，然后把我卖了吧？这大牢怎么可能看押得住犯人呢？到处都是漏洞。漏洞？哪里有漏洞啊？这是大牢，也看押过那么多人，怎么会有漏洞啊？ 你的这位同伴倒是有胆色，虽然身陷囹圄，却依然能酣睡。他乃我一顽童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死到临头还可以大吃大睡。
敢问您从何处到此地来，以何为营生？我来自西域一邦，一直仰慕中原王朝，因此一路往东，想到皇城做些生意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看你一身正气，想来也并非是刺客一伙，否则也不会舍命来救我了。这份救命之恩，小女子谨记在心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我还没有想明白。请问你是如何做到隔空取物的？既然你不方便说，我也不便再问。李将军也并非是刻意为难二位，他不过是想邀功，在属下面前争几分面子罢了。待寂静法会结束，我一定向太子禀告实情，还二位的清白。这里是一些饭菜，还有伤药。那我改日再来看你。有劳姑娘。拿过来给我好不好？时候不多了，咱们出去办点正事。这大牢也不过如此，既然已经体验过了，为师这就带你出去。师父，那我们是不是要一路杀出去？只要心中有处处都是路。把眼睛闭上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你可以下来了。怎么做到的？我出来了。师傅，等我。小姐，锦秋，打听出些什么了吗？已经按你的吩咐，我把这周边所有的店家都打听了一遍，终于在绿洲的一个村寨里打听到了关于这两个人的消息。据说那个皓月是这里的响马头目，人称北漠狼王，却不知所谓何事，这个狼王居然把自己的马队给解散了，拜众天为师。一个响马头目竟然甘愿拜他人为师，看来这个众天定是来历不凡。好像不是这样，那个仲天是个身份不明的外乡人，据说是跟着商队来这里讨生活的。看来那个仲天倒是没有跟我撒谎。小姐，如今已经死无对证，这四名刺客全都死了，万一那个李将军要拿他们二人充当人头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若是如此，只能请公子亲自出面。太子，快走！李将军，司徒少杰，得劳烦您跟我走一趟。李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我劝您还是不要装傻。狱卒说了，午时之前，你去狱里探望那刺杀太子的两名嫌犯。可是你走之后，那两名嫌犯竟然凭空消失在牢房之中。凭空消失？若非是你相助，
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就没了？嫌犯逃跑，李将军，你是不是该责问狱卒看守不力呢？却跑过来对我兴师问罪，当真是荒唐！荒唐，荒不荒唐，你我说了不算。嫌犯逃脱，而你是最后见到他们的人，现在你的嫌疑最大。司徒少监，我劝你还是配合我回去调查清楚，否则事情闹大了，你可没有半点好处。好啊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既然李将军认定此事与我有关，那我跟李将军走一趟又何妨？既如此，司徒少监，请。箭入胸口三寸，是致命伤。之下哪有什么鬼怪，大家不要纵乱阵脚。司徒少监，小心。他们是魔鬼，刀枪不入，已经杀死我们好多弟兄了。快去从外面把门锁上。少杰，您没想到方才你我二人还是对头，此刻居然并肩作战。嫌犯逃脱，这三具尸体诈尸，定与你脱不了干系。等一会儿击退这些怪物，本官照样会把你拿下。你！
这严静果真不同凡响，一股厚重的古朴之力扑面而来，令人突生敬畏之意。当真不愧是远古流传下来的圣物啊！此番有幸主持寂静法会，实属孤之行。太子殿下讳莫失误，这严静虽是圣物，也幸得您能亲自前来主持寂静法会，这是天下万民之福啊！住持。 孤这一路前来，听说这严静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，不知住持可否详细告知？相传，远古时期，天地不温，神魔两族战争不断。一日，魔族发起进攻，冲破人间桎梏。 打开通往人间的通道，使得大地生灵涂炭。一时间，山崩地裂，天地被黑色的瘴气所笼罩。而这时，严静破天而出，散发出照亮天地的火焰与光芒，用其能量镇压住了魔族的邪气。只是自那以后，严静却一直下落不明。 江湖上各种关于严静的传闻数不胜数，直到数百年前，有位得道高僧将严静迎回八方宝刹内，被供奉至今。藏剑阁众弟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。让我进去！门外何人，如此大胆，竟敢在佛门清净之地喧闹！ 是司徒少监的婢女醒秋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家小姐！凤剑，凤剑她怎么了？司徒少监，这是何物？我听义父提起过，在西域有一种邪术，阴毒无比。 巫师从各种毒虫中提取毒液，将这样的长针浸泡在里面七七四十九天，把这长针刺入尸体，直插心头，可以连接人体的脉络。这尸体仿佛就像受了控制一样，胡乱攻击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巫医教的秘传邪术。 没想到世间居然有此等邪教，待我向朝廷禀明，定将他们捉拿归案。将军不可，巫医教乃是西域的大教，并非我朝管辖，若是突然出兵，怕是会影响局势。殿下，殿下，快快请起。
你没有伤到吧？多谢殿下关心，下官并无大碍。那一会儿也要让随行的御医好好看看才是。多谢殿下。是何人胆敢为难司徒少监？太子殿下，就是此人，他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抓了我们家小姐。 李敬忠，你为何要抓捕司徒少监？太子殿下，司徒少监与两名嫌犯过从甚密，疑点重重。末将只是请少监回来，加以协查。胡说！凤剑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刚到此处，怎会与嫌犯过从甚密？李敬忠，我今日一定要将你拿下。还请殿下收回成命。 李将军也是破案心切，关心殿下的安危，关心则乱。李将军刚刚还和在下一起击退了由巫医教协术控制的僵尸，功过相抵，还请殿下饶恕李将军吧。凤剑，你快快起来。凤剑，你真的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些头疼而已，不打紧。刚刚。 幸亏李将军识破了歹人的奸计，这才救了我一命。哦，司徒少监所言甚是，方才我俩并肩作战，所幸司徒少监并无大碍，下官也就放心了。好吧，就依了凤剑。李敬忠，这次算你功过相抵，不追究了。谢殿下。 我死里逃生，回来向您报信。此次我们被太史局的人破坏了计划，还折了三位教徒。但是，我在他们尸体上留下了巫神的痕迹，用以反击。那些太史局的人和太子的手下必然会遭受重击。等你得到消息，敌人都已经打到圣坛了。现在寂静法会就在眼前，太子的性命已不那么重要。教主。 秦千，你不要闷闷不乐的了。我早看出那个仲天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想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敢刺杀太子。这可是株连九族的死罪。幸好我们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你是亲眼所见了还是怎么着？凭什么在这里冤枉好人？谁知道那个叫醒秋的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官府若是查明了真相，自会找本宫事，还轮得着你当判官？ 反正我相信，仲天大哥绝对不是坏人。那天醒秋那丫头可是带着官兵一起来调查仲天的，难道这还能有假？谁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是敢乱来，我可要报官了。嗯。
中田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么多天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没事，劳你记挂。爹，爹救我！打我！过来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打！别闹！想把官兵给吵来是不是？哼！中田，你还敢回来啊？姬掌柜，在下有些事想向您单独请教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怎会凭空消失？他既有如此能力，却又为何甘愿被弃？小姐，你是不是在想太子啊？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万不可再提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太子啊，他分明就是对你有意思。难道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不懂。我怎么不懂了？你看太子一听说你出事了，就立刻带人前来，不管不顾的就把你从李靖中的眼皮子底下给带走了。这太子对你的心啊，是日月可见。凡事啊，不能只看表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此事是否是因太子而起？况且，太子乃是我朝的储君，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，你可知道？待此番回到京都，我便要向义父请辞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小姐，你该不会还在想那个刺客吧？中田绝对不是和刺客一伙，我心中有数。哼，他们前脚越狱，停尸房接着就出事了，这连我都看得出来。小姐，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殿下，殿下，快快请起。谢殿下。这趟西域之行，亏得有你帮我安排得当，否则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乱子。待我回到皇城之后，一定要上表父皇和母后，给你加封行赏。殿下言重了，这一切都是微臣分内之事，何足挂齿。明日就是祭敬大典，还望殿下要多加小心才是。你也要小心一点，这西域颇不太平，好在我让李靖忠派重兵把守，只要你安心待在我身边，就不会再有任何危险。多谢殿下关心，只是殿下应当一切以自己的安危为重才是。可是你，殿下放心，凤剑一定会小心谨慎，保护好自己。况且李将军有勇有谋，凤剑相信，那些匪人定不敢前来捣乱。那好吧。姬掌柜，我看见刺客丢出的黑火药竹筒底部，为何会有齐家商队的标记？
您放心，我未曾向任何人说出此事。不过，我想亲耳听听您的说法。好，仲天，说起这件事儿，都怪我鬼迷心窍。你知道，这些年商队的生意不好做，我手下的人走的走，散的散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半年前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有人提出让我的商队悄悄地把一批黑火药带出关去。当时我也觉得这笔生意不能做，可是为了大家的生计，我只能背着大伙悄悄地把这个生意接下来了。悔不当初啊，没想到今日这批黑火药却惹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。我明白了，齐掌柜，您放心，我会替您保守这个秘密的。但太子明天将会现身八方宝刹，我想那帮刺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到时若是他们大范围使用火药，我想庙里的人都会有危险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朱天，你得帮我想想办法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那可是死罪呀。我想借明日商队收货之际混入庙会，阻止他们的阴谋。你一个人行吗？我原本打算带着商队尽快离开这里，可是离开了这片土地，这还能去哪儿呢？先别急着逃，等我消息，若我失败，我们再想出路也不迟。仲天，既然你有这个赤诚之心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豁出去了，也算我将功赎罪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想来也并非是刺客一伙，否则也不会舍命来救我。这份救命之恩，小女子谨记在心。